各位师兄师姐各位中广贵宾，咱的立法委员郭国文立委，台南市议员陈秋鸿议员，还有吴通龙议员，还有游龙智议员的千金吼，游敬宽，以及咱各位区长，咱的官电区长吼，黄区长这个麻豆区柳区长，还有下营区李区长，还有民政局吼陈科长，新闻处苏处长，各位咱师兄师姐，大家早安。大家好，市长好，市长好，非常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咱。